就是啊，又这样的，跟说过好多次了，你也答应了，好好干，你这人是不是又跟那个女孩在一起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那么公司的事为什么啊又耽误了呢？那是我个人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你上次答应过我，答应的好好的啊，还当着粉丝朋友的面，你答应的好好的呀，要好好干。干出样来，我也努力了，我也努力了，确实努力了，但是我做不好，你不要怪我们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扯淡，跟那个女孩怎么怎么？对吧？我答应了你，我去做了，我跟她断绝关系了，对吧？以后都是朋友，对吧？但是我现在我给我一点时间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我的心没有完全去进入这些公司，知道吗？需要一点时间，你要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加油的，对不对？你要问我给多少时间呢？要给多少时间？你算算看，啊？前前后后这都多少时间了？那你要让我怎么办啊？哎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公司上现在这样啊，今天出个错，明天出个错，你还有理了？我都已经听你的了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放弃了，我现在好好做工作了，难道还要让我怎么样吗？我看结果。你干嘛好意思哭？公司现在做成这样，今天出个错，明天出个错。你让我在那些啊我们面前怎么说？你还好意思哭呢？你答应的好好子的，对吧？那你去好好做呀，要不然今天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。前两天在采访那个合同的事情啊，好不容易把他也转过来，你既然已经这样了，那你就分开了，那你就把心思花在这上面啊，花在公司上面啊。那么大个男人了，要有所担当了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就应该要做的。我不管是什么情况，我的公司你必须要好好给我负起责任来，要不然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真的做不好，不想做，那我就另外找人，什么样嘛？今天出个问题，明天出个问题，我在后面给你擦屁股。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？我已经在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在改变了，我已经在努力了。你叫我去做的事情，我也答应你了，我也放弃了，对不对？难道还要让我怎么样吗？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吧，你这么逼我的话我做不了，你自己做。什么叫做不了？什么叫做不了？你答应我怎么就做不了？我都答应你了，我都听你的话，我现在改变自己了，我都在努力了，你还要这么逼我做出来一件事情，你就这么吼我。那是你自己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，你自己要好好总结一下呀。哦，光是答应我，我要好好做，好好做，今天一个错，明天一个错，你要让我看到你再啊拿出行动来呀。别让人说你是扶不起来的阿斗。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感受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有什么好累的？公司你花了多少心思，你累，我在后面跟着你擦屁股我才累呢。我找谁说去？我跟你说，阿伟，你不要觉得你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刚说了，再不能够好好的担起这个责任来，那我就只有换人了。话我说的这个地方，你自己好好冷静想一想。你换人是吧？你换吧，你换人，你不相信你儿子，你就换吧。我都听你的，我都改变自己了，我现在这么努力了，你还要这样对我？你要让我看到你的改变呀！你老犯错误。我可以给你时间，给你机会，但是公司能够啊一直这样吗？
你最好好想一想。反正我这样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你最好好看一看，想一想能不能把它干好。一个月的时间内你给我干出一个样子来，否则你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走，小花。